健康 SOS， 你听到身体发出的求助讯息了吗？生活中充满了毒素危机，快做以下的小实验，看看你是否被毒素攻击了。第一，你总是睡很久，还是很累。第二，你是否有口臭或体臭的问题？第三，你是否常常便秘或失眠？第四，你食量不变，却越来越胖。第五，你的腋下、膝盖内侧发黑、肿胀。如果你符合两项的话，小心哦，你的身体可能被毒素攻击了。不止影响免疫力，还会增加得病风险，加速身体的老化，让你变胖。要对抗毒素的危机，一般上建议一个月做一到两次的排毒护理。如果你的身体比较阻塞，最好每个星期最少能够做一次。想要净化身体，排出毒素，快快试我们独特的 BioDetox 排毒瘦身护理，帮助你好好养生，对抗身体老化。现在有特别优惠哦，赶快点击以下的 link 获取，我们在分行见。